就其他工作人員咧都係好辛苦，因為我哋有四個導演啊，有四個性格、四種風格。咁佢熟悉咗第一個之後咧，幾日後就拍第二個，再磨合嗰一次，所以佢哋都算係即係勞苦功高。我最多謝咧就係我哋一眾嘅演員啦，每個演員咧都係聽到我哋呢個故事就即刻二話不說，就唔計較呢、這個有多少戲啊，戲份有幾多啊，咁就支持呢個導演嘅新力軍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電影賴以成全嘅一種精神。我哋諗住拍四段故事咧，係感動人嘅。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咧，創作同埋製作過程當中咧，我就深深體會到咧啲導演嘅付出同埋佢哋熱誠。咁如果呢個電影能夠俾大家少少嘅感動咧，就係佢哋努力嘅成果。多謝大家。